我决定嫁给您了，我一定会当她的好妻子，当您的好儿媳的，请你答应我，金教授。丁老师，要不然你先休息一会儿，我在外面等一下。不用了，你也该好好休息，回来才几天，好好倒一倒时差。依依的事儿我都知道了，飞来横祸。丁老师，我来是想告诉您，我不想到院里报道了。为什么？这次依依出事儿，我就意识到我不应该回来。你莫名其妙，依依出了车祸，跟你回不回来有什么关系？丁老师，您实话告诉我，如果这场车祸发生的再早些，您会提议我回来吗？喂，哪位？是我。我想麻烦您一件事情。我想让你给我太太和我的孩子做一个亲子鉴定。这个在技术上应该没有问题，关键是需要一些手续。你这样，我有一个同学，我先咨询一下他，请他帮帮忙。我先谢谢你了，不过这件事情请你不要向任何人提起，包括我的母亲。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？丁老师，你不会忘了当年为什么逼我去美国吧？我想您是不会忘的。当初是当初，现在是现在。如果这场车祸没有发生，一切可能过去了。但是现在您儿媳妇突然不在了，这跟当年又有什么两样呢？这话什么意思？我实话告诉你吧，我见过丁涵了，我对他的感觉一如既往。
现在也只想让你知道，你在我心目当中是我最心爱，也是我最得意的学生。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好。你所说的好，也包括当年明明知道我喜欢丁涵，却非逼我离开他吗？对，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好。欺人，有些事情成年累积的放在心里，所造成的伤害和扭曲，对所有的人都是一个灾难。丁老师，在您面前我不想再隐瞒任何，你可以考虑一下我刚刚的建议。你该考虑的就是怎么样安心在这里工作。那好，我只有一个请求，我请求您不要干涉我的感情生活，更不要干涉我和您儿子的交往。你太自私了呢。你刚刚失去了依依，他和依依的孩子还在抢救之中。当然不会那么无情，但是我不会放过属于自己的任何机会。我本不应该在这个时候再来刺激你，可是我好害怕，我害怕四年前的一幕再次发生。很抱歉，对于依依的事情，我也很难过。身子，燕呐，燕呐，你说你昨天呢开车从我这跟前过去的呢，我咋就没跟你多说几句话呢？你说我要跟你说几句话聊会天，耽误那么一会儿，也就错过这场车祸了。你说我这心呐能不难受吗？你是不知道啊，他开车呀，他在我那停了一下，我就拿我那点报纸了，就没来得及和他说话。我还看见有个人上了他的车。您刚才是说有人上了茵茵的车吗？是啊，就离我这十几米。是谁？我不认识啊，从来没见过。您是不认识还是没看清啊？昨天不是你在我那说会话才走的吗？你刚走那个人就来了，他是打车来的，下了车就在往报亭溜达，好像是等人。我看了几眼，从来没见过。这人长什么样子？四十来岁，长什么样？好像比你个高点，挺有派的一个人。我没当回事啊，就没仔细看。对了，他是谁呀？
请问你们这刚才谁给姓殷的家里打过电话？啊，先生，是我。我刚才是按着这取货单上的电话给您挂的。嗯，昨天你们订的蛋糕可是没有人来取啊。什么蛋糕？是前天一位姓殷的小姐订的，她说昨天会来取的。蛋糕呢？您等一下。我们都是一直放在冷柜里的。你看这笼是不是很漂亮？这我们师傅可费功夫了，试了很多次才做好的。为什么要在这上面弄一个笼啊？这是殷小姐特意嘱咐的，她说过生日的属龙，所以还给了我们一个龙的图案呢。先生，您带取货单了吗？没有。那这蛋糕……我问你个问题，殷小姐订这个蛋糕的时候，是她自己一个人来的，还是有人跟她一起来？是她自己一个人来的。有没有说什么？比如给谁订的蛋糕？没有，不过看得出他挺上心的，因为为了这个龙的图案，特意交代了很多次，而且也为了这条龙多花了10块钱呢。丁海，丁海，丁海，老林，哎，没想到会出这种事情。别太难过啊！这是编辑部同仁的一片心意。谢谢同事们。丁海啊，你知道吗？昨天啊，我们差点开天窗。此话还是用了一个流浪记者的认证。这曹天哥他们夫妻俩呀，老林啊。我现在没心思管这些事情，我就说说嘛啊，让你分分心。哎，丁海啊，要不这么着，待会你上去了，顺便把娱乐城的照片啊拷给我，也别让那个男人婆啊认为我们丁海是吃素的。老林，哎，你到底是来吊唁的，还是来拿照片的？主要是吊唁。小叶，放下去。喂，好，我知道了，我马上过去。下午2点半到3点左右离开的，我们把这个时段的监控录像都调出来了，但是这个时段出入的话，所以叫你们仔细的再辨认一下，看看能不能提供点线索。好吧，好，再给他换一点。警察这边呢？放大一些吗？就刚才的这个。这位是曹天哥身边的工作人员，你好。
喂，哪位？关心啊，你要搞的 DNA 鉴定不合手续啊。要不我找你这老同学干什么呀？是你自己的事儿吗？要不你让他亲自来一趟，办一下手续。车祸很惨，一死一伤，你说人怎么去啊？那你提供的资料样本有问题吗？我亲自提取的，肯定没有问题。等会儿。这人你认识？好像是在什么地方见过，想不起来了。是不是他啊？进来再仔细看一下。不用了，我有急事，我先走了。想提到什么时候？上来吧。赶紧的。可以，没问题。我想找一个人，他叫什么我不清楚，但是他应该是你们修仙城的，我在昨天在这见过他。长得挺胖的，他是哪个部门的？部门我还真是不清楚。他老跟你们老板娘。老板娘？他就是曹天哥。你找曹小姐啊？他不在这儿，他在城里的总公司，平时几乎都不来这儿。西装，要不然就是，那你得上城里的总公司去找，他几乎不在这上班。那就先走吧。标志是，这是我们龙腾集团的图标。可以道歉，我现在就明白了。你放心，电池我一定会赔给你的。哎，不用不用，我家里备着好几块呢。丁涵，我给你打声招呼，我真是派到我们杂志社去你家吊唁的。照片那事啊，都是常总编批的，你别放心。你放心吧。那些照片我一定会给你。
你说我喜欢这样。好，那就当是给你散散心啊。这是明天发表的小样，你看看。这个流浪记者真感谢。哎，你知道吗？曹天他的老婆为什么连洛城仪式那么大的活动他都不参加？为什么？他受伤了。说，为了曹天哥以外的其他女人，洛城仪式那么大的一个活动，他都不露面，他在做什么？他又能做什么？他有他的情人，他在跟他的情人一样。因为洛城仪式这一天也是曹天哥他老公的生日。玩物丧志，误了大事。那么大的活动他竟然没有参加，曹天哥岂能容忍？于是曹天哥终于找到找到后，三方对峙，冲突升级，从而造成了他的受伤。我这不是丁涵，是。
快要死了，会快要饿，天就快要黑了，想念你。当我们擦身而过，雨就快来了，爱情已被冲走了，我去哪里找你的消息？上来，孩子现在抵抗力很差。丁教授，您别太担心了。先生，哎，请问你有什么事吗？啊，我找你们的那个董事长秦月先生。啊，你有预约吗？那倒没有，不过我是他老朋友了。啊，先生贵姓？我姓丁。稍等，我给他的秘书联系一下。哎。你好，秦总办公室。王秘书，门口有一位姓丁的先生，说是秦总的老朋友。你请他接电话。我知道了，先生。接个电话。啊。喂，你好。你好，丁先生，我是秦总的秘书，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忙的？我是著名表演艺术家曹天歌女士的常年法律顾问，我叫周红明。丁先生。啊！行，我知道了。周律师，周律师，你是？啊，我是新一周的杂志社。新一周杂志社？你找我干什么？要不咱们借一步说话。对不起，我现在正忙。哎，周律师，我找您真的有非。
简直是笑话。你们有没有搞清楚啊？上次去砸你们杂志社的是曹天歌女士的司机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不信呐。你有什么证据证明他不是你们律师事务所的？这简单啊。这是李大龙电话，你给他打电话看他怎么说。重要。他还不是你想让他说什么他就说什么。我发现你这个人怎么有点不可理喻啊。得了白血病，除了骨髓移植以外，还有没有什么别的办法？我跟病患已经说过这个事情了。现在目前治疗最大的难题，就是在于车祸造成孩子自身免疫系统的破坏。按照他自身的抵抗力，根本无法应付正常剂量的化疗。但是骨髓移植也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可能。您知道，骨髓移植在临床上最大的难度，就是在于能否找到合适的配型。没有其他的办法了吗？丁老师，如果有，我会尽可能去尝试。小关，如果按照惯例让我贝贝找到合适的配型，是不是应该从我和丁涵开始呢？我想如果能把孩子的外公外婆一块找来，毕竟多几个亲人多一份机会。您是个孤儿啊？所以我和丁涵就是这个可怜孩子唯一的直系亲属。丁老师，即使是直系亲属，成功配型的可能性也只有25%。当然这是理论上的可能性。但愿这个孩子有足够的幸运。但愿。欢迎光临。
好，这是我们的酒牌，看一下你喝点什么。啊，我还在等我几个朋友，东西先不点，先过来杯冰水。嗯，好的，稍等。凭什么跟你走？我们举报，我们接到群众举报，说你电话讹诈，骚扰知名人士。